西滨慈善会举行第八届会员大会甲会长交接典礼，典礼当天哦，佫招待真侪弱势团体到现场做伙来用餐，气氛真温馨感人。西滨慈善会举行第八届会员大会会长交接典礼，在从事这个弱势团体的照顾，包括清寒学童、急难救助，还有那个冬令救济的等活动，我们都有积极来做这个公益的活动，啊，希望我们社会大众能够多多的响应我们西滨慈善会。那我们也有邀请到我们的这个一些的弱势的这个团体，包括了我们的在这个慈爱教养院啊、慈生教养院，以及我们的家扶中心啊，来帮我们做表演，那也一起来跟我们参与。西滨慈善会秉持一贯关怀弱势团体服务精神，清寒补助、急难救助等关怀项目。好，我们所去做的学校学生可能有超过1000个以上个案了。啊，我们还有急难救助啦，还有冬令救济都有，还有每年都有办一个亲子活动。啊，其实看到咱西滨慈善会吼，真侪咱只企业来领导咱的分会。咱这李干事，不然这会员，这些人来参加，然后共同来做这个善事吼。啊，其实咱做善事啊吼，一旦让咱感觉讲办完了就。今天搞这个呢，也是代表咱一个新阶段开始。咱秉持着过去对咱基层的关怀，弱势道理，继续来配合着咱政府单位，包括咱管府、咱高雄地市公所，大家提供的这个资料，和咱这弱势团体会当接受到更加多这个社团、咱慈善团体的这个关怀甲奉献。西滨慈善会服务精神受到大众肯定，新任会长谢英来表示，西滨慈善会将会秉持关怀弱势精神，继续为大家服务，嘛希望透过安尼抛砖引玉的方式，吸引更加多善心人士加入做好事的行列，和社会变了更加温暖。另外，创会长杨定福嘛带来家己立名作品伫现场义卖，替大会活动增添不少色彩。大众新闻，叶宏武、何美采访报道。